后来呢，我们终于啊回了这个寝室之后呢，哎，我和这个 Patrick 还有这个 Carrie 啊，我们就洗了个澡，收拾收拾。然后当时嘛，这个 Carrie 嘛，就有点是说，哎，老姐姐啊，你这个今天呢，对吧，都围着我转了，等于说这一天呢，你都自己没干什么事儿。他意思是说呢，你要是想，对吧，继续勾汉子啊什么之类的，我来陪你。我本来嘛觉得吧，就是也不太想去勾汉子，因为你想这一天又他妈的，对吧，星巴克喝咖啡，又他妈的这个就是跟这个埃及女孩在这边耗着。后来呢，他家伙就他妈又去喝奶茶，跑那么老远的，后来他妈又去吃个中餐又晕倒了。你说这么多的屁事儿，你知道吗，本来就挺累的，我也没这个想法。但是嘛，这个 Carrie 嘛一说呢，我心想，就是啊，这一天我他妈都为这些破逼事儿们，都为他们这些破事儿来忙的了，我都没有给我自己一点什么时间，让我自己爽什么之类的，我应该就去烈焰去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就说行啊，那走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打车啊，又去了这个啊死人城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这死人城已经不再是死人城了，他妈的从老娘狩猎的这个妓院了，我操他妈的鸭窝都是他妈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到了死人城之后呢，我就要去这个死人这个圈子里面去逛一圈。然后这个啊，这个 Carrie 嘛，又这个对吧，担惊受怕的，胆小。哎呀，我真的觉得他胆子真的太小了，真的是没法比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再往下走，走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哎，老姐姐，我害怕，那个我在这边等你怎么样？”我心想：“妈的，他妈的，你说的，你的任务就是来保护我的，对吧？你他妈害怕，还亏你他妈是个兵哥哥，你他妈的都不保护我了，让我一个人在死人城里面逛，万一我被捅死怎么办？”我就说：“这样子，你就站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你用这个手机开摄像模式，拍一拍我，然后如果我被怎么抢了啊什么之类的啊，你到时候还可以举报啊。”然后报警的时候还有证据。1点钟这个时候，反正也挺吓人的，但是你知道，你习惯之后也就那么回事儿。逛了圈确实没什么人啊，我们就从那个这个扶梯那块就上去了，沿着那个死人城那个马路旁边走了一圈。走的时候呢，就遇到了4个男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流浪汉在那边坐着，估计就是在那边坐着什么卖卖大麻呀。然后呢，他们呢就以为啊，我们两个想要买大麻，就跟着我们啊一路的推销。我觉得长得还凑合，然后呢，我就让他跟着我。然后呢，跟了一段之后呢，我就说，我对买你的东西没兴趣，我要吸你的鸡巴。我就直接翻译给他看的，他当时嘛也是一震惊之后呢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这些人呢，他们想赚钱赚疯了，只要有机会赚钱，他们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。他呢就说 OK， 然后这个 B 呢，我觉得吧，他自己不想被吸啊，但是他想把他的队友给卖了，他就回去找了他一个队友。他那个队友嘛，又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只想吸那个小年轻，结果妈那个老屁眼一直跟着我。然后呢，我就心想说，要么呢，我也不吸了，对吧？反正呢，就出来就是图个乐子嘛，管他们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个老的吧，也不是很难看，就那么凑合，你知道，就很普通的一个人。就我们呢，就找一个僻静的地方，想要去摸摸他啊什么之类的。后来呢，我们从这个死人城的这个山呢往下走的时候呢，那个小年轻呢就跟这个 Carrie 在一起，那个中年人嘛就跟我在一起。貌似呢，就是那个小年轻呢，就看出来啊，这个 Carrie 呢就不是个同性恋，对他没意思，所以嘛他跟 Carrie 在一起比较安全。那个中年男的嘛就一直跟着我，他就想赚那份钱。后来呢，到了一个点上的时候呢，这个 Carrie 嘛就开始怂了，他妈越走越快啊，离我已经超过去差不多50多米了。然后我当时就脾气特别大，我说你他妈怕什么怕，你他妈给我过来，你他妈给我看着点儿！本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他妈壮胆的，对吧？这个傻逼 Carrie 他妈的，一个人他妈溜了，
他们脑子绝对有问题。我当时就还没在远处就喊，我说你他妈的还兵哥哥呢，国家他妈靠你这帮人，他妈的这国家他妈早就他妈亡国了。然后呢我就他妈吼他，我就说你给我站住等我。然后呢那凯瑞就他妈特挫，你知道，他说哎呀你看这个人就一直缠着我。我说缠着你怎么样，又不要你钱对吧，你又没什么事儿，缠就缠着呗。然后呢这凯瑞被我训了嘛，他也没什么脾气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走。后来呢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呢，我就说不要了不要了，你们两个滚蛋，我对你们两个没兴趣了。本来呢在这个路上面的时候呢，就看到有几个地方啊蛮适合就是吸啊摸啊的，结果把他们叫过去嘛，他们两个都不肯。结果呢我们就不知不觉啊走了很长一段路，他妈走了半天你知道吗，都没什么结果。我觉得这两个逼他妈特挫，我就不想搞他们了。后来呢我们走到马路的时候呢，在马路上面呢有个山坡，上去之后呢是个公园。然后我说好吧，再他妈往前走对吧，都快回家了，赶快上这个山坡上面吸吸就算了。然后呢我就说去上面去，然后那个小年轻呢就说啊、哎、不行不行再往前走。然后那个中年人嘛倒是挺识趣的，他就跟着我上去了。上去之后呢，然后那中年人开始跟我讨价还价，他说要400，我说四你妈逼，我他妈掉头就走了你知道吗，就沿着这个山往下走了。他一看我他妈这么决绝你知道吗，根本没有什么还价余地，他说 OK 他就你知道我当时那个下山的时候已经走了一半了，他把我又拉回来说 OK 100就100，然后呢100挨棒你知道吗，其实人民币就20块钱。然后呢我说你脱裤子，他就后来又说啊那就200，我说200你妈。然后当时我真的觉得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个中年男的对吧，然后呢他妈他又跟我搞这个什么讨价还价什么之类的，我他妈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他妈一掉头他妈的老娘他妈就不玩他了你知道吗。我有时候你知道吗，你不要跟这边傻逼人去耗你知道吗，行就行不行拉倒，别他妈浪费时间。我他妈就毅然决然的从这个山上面往下走，然后这个逼又过来求我你知道吗，然后我当时就理都不理他，他他妈的粘着我。结果呢我走到这个山下之后呢，又跟这个 Carrie 就汇合了。然后 Carrie 就说哎呀这个小年轻一直缠着他怎么怎么怎么样子，我说缠着缠着你呗，又不会要你命，你他妈怕什么怕。后来呢这个 Carrie 嘛就跟我一起走着，在走的时候嘛他还扭头往回看，他说哎呀那个中年人还在跟着我们呢，我说跟就跟着呗，那么傻逼他愿意跟，这妈路又不是你们家的对吧，他想跟就跟呗。然后呢他说啊跟着我们什么扣我们钱啊什么之类的，我说老大这他妈在大马路上面谁他妈坑你。然后呢我们又往前走啊，我就觉得这个 Carrie 啊就他妈胆子特别小。我们往前走呢他就说哎呀又有人跟我们，那个人看我们什么什么之类的。我心想他妈的你他妈我们两个亚洲人对吧，在这个中东的国家人家看我们不很正常吗，你他妈怂个屁啊。然后呢这个中间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又老姐姐又遇到几个长得还蛮帅的，我就过去搭讪，我就说我要吸你的鸡巴可不可以，然后人家都被拒绝了。然后呢啊就到了高潮了，到了高潮了。当时呢我们走到了一个这种丁字路口，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啊先朝左面的一个小卖铺那边走过去了，他在那边呢就等着我说哎你在那边等我一下，我到马路对面啊那边我看到有个清真寺，清真寺下面呢有一个男的穿的红衣服你知道吗，我当时觉得他还蛮帅的，我觉得可以勾引试试看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那个你呢在那边等我。我当时嘛也比较机灵啊，我就说那个我把我身上的钱啊就是都给你，我等于说我身上可能带了1600埃镑吧，最后呢我身上就留了300埃镑，然后剩下的钱呢我都给了这个 Eric 给了这个 Carrie。 然后呢我就假迷三道的走到了那个清真寺楼下那边拍照，然后那个红衣服那个男的嘛就其实他就是一个那种小商贩你知道吗，因为到了晚上嘛这边都打烊了，他们呢也不会把他们那些商贩的这些东西啊运回去，他们等于说就摆在那边就上面铺个布就算是
就算是啊，就是安全了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呢，我在那边拍照呢，就假装拍照，我还看看他。然后呢，我就后来跟他说，我说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就招手让他过来。然后呢，这个穿红衣服的人嘛，就过来之后呢，他以为呢，我到时候呢是让他帮我拍照。然后呢，我就赶快调出来那个翻译，我说那个我要给你西基巴，我给你100埃镑怎么样？他看了之后嘛，就一惊，然后我就直接还是那种啊，直接伸出来的咸猪手，就掏他的裆，然后捏他那个蛋什么之类的，捏捏的嘛，他就说你来你来你来，就给我招手，你知道就 c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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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e， 然后呢他就把我往前领，就是在那个清真寺的对面啊，有一个就是那种纸板挡着的一个区域，他把这个纸板掀开之后呢，里面就别有洞天，你知道，正好是一个三角区域，然后呢就反正是视觉上面是个死角，没人看得到的。他呢其实你看啊，他里面又有什么烧水壶啊，又有这个那个啊，我估计这家伙就是在这边睡觉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就感觉像那个，然后他那个整个那个床啊，就像他妈那个原来那个皇帝的那个卧榻一样。然后呢他就躺上去，他让我也躺上去。然后我心想他妈还躺个屁，懒懒给你吸吧吸吧就走人了，你知道吗？还躺个毛躺。而且我当时就觉得这家伙他妈的估计也是他妈的秒射，你知道吗？躺个屁躺，搞那么多前戏，最后他妈的3分钟4分钟他妈就解决了，有个屁用。